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今是大家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台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111年九月十五号，旧历的8月20日，礼拜四。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咪重要新闻。关秀楼灯在进行下过高速公路的桥梁电建工程，花东乡公所顺势提出关秀楼拓宽计划，官府嘛会积极向中央来争取经费。秀水乡清德队部的便所老区向中央争取经费改造，即马唔呐变加真清气明亮，通风设备嘛让地板袂阁湿袂阁滑，真安全。所在乡公所举办白金军宣召军的纪念表扬活动。乡长苏伟俊亲自到府献上祝贺，听长辈哦分享翁仔宝牵手行过一甲子的秘诀。新闻一开始来看，花东乡往来秀水的主要道路花秀路，目前正在进行下过高速公路的重建工程，因为工程进度超前，将在这个月月底哦提前来通车了。花东乡公所嘛顺势提出花秀路的拓宽计划，中华县政府嘛将这列入起这个重大的交通建设，将这个向中央争取经费。下过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的花秀路下过桥已经进入完工阶段，下过桥变大嘛变宽，不过连接下过桥的花秀路却是弯弯曲曲个细条。按地方来做一个建议，讲因为这条本来就是一个12米的计划道路，咱希望咱政府替咱甲中央做一个争取，来甲土用地做一个征收，道路做一个拓宽，啊，互这个地方伫这个所在路会当有够宽，较袂讲一道落来了12米变到一个5米，大概是装来车，吼，不管是讲小巷无方便，啊，是我甲看袂到对方的来车，会产生到一寡交通的危险。郭胜敏指出，乡公所希望透过政府向中央来。争取把花秀路上弯曲个细条的路段来拓宽，预估需要2亿左右的经费。即摆物价吼拢较悬，啊土地嘛是直直碰涨，吼啊愈晚做的一个工程，啊是土地征收成本就会愈悬，所以干那即个土地征收看到可能爱得要1亿挂，吼啊佮加上咱的工程假设预估吼嘛要佮将近要佮1亿，所以加起来，若讲这条路要来做一个完成，可能爱将近佮2亿的一个工程款。花东乡公所提出的花秀路拓宽计划，嘛已经得到县政府的正面回应，嘛已经列为彰化县重大交通建设。项目会来向中央争取补助经费。大中华新闻中向回段采访报道。好，过来看秀水乡清洁队部较早是荷林道的拍卖市场，其中啊，讲这个民宿建筑物的历史搁较有50年以上，原先充满老旧的红砖外墙以及内部设施，就伫咧清洁队争取经费改造了后，那变甲真清气明亮，通风设备哦，嘛好地板哦，袂搁滑，袂搁澹，维护队员的安全，嘛好环境变甲真优先。较早予人上唔敢去的便所，即马变成清洁队上舒适、阁温馨的所在。我们清洁队的公厕啊，是50年前的一个老旧破损的一个厕所啊，当初是做果菜市场用啊，破到什么程度呢？啊，就从外面的瓷砖，红砖可以看到里面穿透进去，那门也是破旧不堪，所以导致一些年轻的女性队员都不敢使用。向环保署争取80万经费进行便所美化，公所也来资助26万进行红砖啊壁改造，搁摕到环保署的评定特优。秀水乡清洁队的队部哈啊，这个建筑物超过50年以上，啊，这次我们向我们这个中央的这个环保署哈、来申请这个经费哈，啊，也得到这个环保署的这个补助啊，80万的补助。啊，包括我们乡内的一个这个自筹款，啊，将我们这个厕所以及我们办公室啊来做一个美化哈，啊，
这对部之前是较早迄做即个火林早期哈，啊，年代久远，啊，所以说这次啊，我们公所特别啊，把它来这个做个美化哈，啊，也使我们一些民众以及我们对部啊，这个整个这个不一样的感觉。秀水乡公所清洁队部的本所已经50年历史，除了老旧以外，通风排气无好，好队员去本所拢真痛苦。好佳哉，伫咧乡长的支持之下，得到环保署的补助，加上自筹款，进行全面改善，改善队员基本工作环境需求，也后来本所变成一件舒适代志。台中华新闻林桂英秀水采访报道。所在乡公所举办白金婚、双节婚的纪念表扬活动，乡长苏伟俊哦亲自到赴现场祝福，也听长辈分享白条该弄的婚姻相处之道。小人阿婆落来伴，所在公所举办表扬双节婚、白金婚，今年总共18对阿婆接受表扬，所在乡长苏伟俊也亲自到赴现场祝福，听长辈分享阿婆牵手超过一家族的秘诀。啊，咱今仔吼啊，要来颁奖吼，咱这结婚70周年的吼，这吼这白金婚，那么翁仔某做伙吼结婚，一直到即阵，会当经过这么久的岁月，啊，表示讲翁仔某感情真好，啊，咱借由吼啊来甲因颁这奖吼，啊，希望讲啊咱家庭啊咱的夫妻，大家人爱相敬如宾，相亲相爱，吼，会当一世人吼做伙，这是难得的缘分，啊，祝吼祝福因吼会当永永久久吼啊拜托。拜条联络。住伫德兴村的长辈吴条铁甲吴成彩这对翁仔某，拢捌翕相模仿父亲，甲模仿大家新妇，是地方的楷模。尤其是翁仔某两个人会当牵手70年，斗阵经过真侪难关，真正是非常难得，也是现代真侪少年翁仔某的典范。台中华新闻叶芳如刷西彩虹报道。中华传统工艺师柯金邦黄妈庆得到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的荣誉，馆长王惠美嘛来颁发着证书，公告了后马上回来。接下来是我最后要教你的，茶叶是农民辛苦孕育的孩子，从采茶到制茶，我们都是竭尽全力，就像我全心全力照顾南投一样。这都是为了什么？你明白吗？这拢是要让你上好一点。2022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让你好茶。今日新闻的现场，明仔是拜五嘛，是旧历的8月21。根据通讯的记载，明仔在位公殿正当风，好时是透在5点到7点。另外，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
为了保存甲传承彰化县传统工艺以及立八卦，柯金邦以及黄马庆两个人哦，今年是予彰化县政府建立为无形文化资产的红阿头制作保存者，以及传统木雕保存者，期待这两项技艺会当永远的流传落去。馆长王惠美颁发证书，后不掉大师黄马庆以及雕刻布袋戏红阿头的柯金邦两位老师。馆长王惠美表示，两位老师传承传统木雕知识、技艺甲文化，希望这两位大师会当将因的手艺传承落去，好中华传统技艺绵延不断。大师吼嘛是咱中华关国家两个保存者，一个就是咱文化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来的这个许金棒老师，一个就是咱的黄马庆老师哦。那另外嘛，为着要延续咱南北馆，希望讲咱南北馆会使阁继续向下扎根，所以呢，咱成立个一个青少年南北馆的这个实验乐团哦。那希望讲会使把咱的这个南北馆能够呢，甲国工艺的继续来传承。得到传统木雕保存者荣誉的柯金邦老师嘛讲，布袋戏红阿头爱用手工一步一步来，要入手真简单，但是要合适真个精髓就无容易。要传这个物件，你就是爱艺爱会真，做起来爱逼真爱活。所以讲，你要教学生要传承落，你就是爱有迄个艺。咱这艺就是爱从头到尾拢是手工来做。除了颁发证书肯定两位木雕大师的付出以外，县政府嘛来成立青少年南北馆实验乐团，让传统工艺甲南北馆戏曲会当延续传承。大江新闻丁向中华采访报道。那再来看彰化工艺展览馆，按即马开始推出神池艺网丹中微征服工艺展，现场哦是来展出着丹中微艺术二十件作品。十五号早起时举办开幕式，真侪贵宾甲电影人士拢特别前来参观。陈宗伟老师的作品当伫咧彰化工艺展览馆展出，每一项作品拢是艺术的心血，也来感受传承传统征服的十六道工序。今天能够在鹤溪别墅然后举办庄佛的个展，那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认识庄佛工艺，因为庄佛不只是雕刻，还有按金彩绘漆线，那这个独特的美跟大家分享，有空可以多来参观。作品特色其实泉州派哦，它有十二道工序，从粗胚、细胚、按金、画色，然后包括有三道宗教科仪，那包括有反复的研磨，才能够做好一件作品。所以你来看形，是干那几线形，是爱靠足侪时间，爱得爱甲装起来吼。罗岗店长柯志宏甲文化局长张雀芬表示，陈宗伟即届展出二十件作品，伫咧台体雕塑、按金、七线工序甲工法顶面，拢展现传统泉州派的风格特色。伫咧陈宗伟身上，也来看到文化生团的希望。工序非常的哈多，你当讲哈，之前啊，即庄婆。诶，这神尊，诶，这金身去创作，然后吼啊，他这个工具透过这开剪、拍坯，吼啊，到伊啊啊捆线，到完成这作品，然后吼凝聚老师的很多的一个巧思的创作而创作出来，然后很多作品吼非常的一个精致，欢迎多朋友来到咱罗岗，会当来到鹤溪别墅。来做一个参访哈，它的这个整个珍库哈，受到各界的肯定哈。这一次啊，特别安排在我们工艺展馆展出哈，它近20座的大作哈。这些作品呢，其实都是它这几年的一个辛苦的一个成就哈。那也是来自各寺庙哈，那各收藏家作品每一件都非常精彩哈。那它也是目前少数这个能够哈完成16道传统工序的当代新的年轻的艺师哈。希望我们各位乡亲呢，能踊跃参与这次的展览活动，给我们彰化。这个优秀的弟子一个新的机会。陈宗伟因为兴趣跟政府结缘，再来拜日林间国宝徐志辉的门下，成为时代师，首位华团弟子，以传承泉州派政府计划为主，展现孙秋刚计划的精神跟坚持。有兴趣的乡亲会当前往欣赏。中华新闻林桂英罗岗彩虹报道。
合美好生团自创立以来，行遍全台湾各地举办关怀弱势活动。即届后伫咧新港乡长参选人郭兴汉甲关议员郭进杯的积极配合之下，15号早起时，伫咧新港环境发放民生物资加制作金，关怀180户的弱势家庭。合美好生团创立以来，拢会到全台各地举办关怀弱势公益活动。这个在关于员郭进杯以及新港乡长参选人郭定涵的配合之下，15号在花园宫发放民生物资加制作金。局长转哦，谢谢。非常感谢和咱合力和善团哦，曾立嘉会长的带领之下，跟咱在志工和咱的团队哦来配合咱柯正杯议员跟柯承安代表联合服务处，在咱的新港乡关心到咱的特殊的户，好，总共毛防疫物资、毛捐助金，好。非常感谢，人咧讲爱心，爱心就是要落实做在吼，咱都是回馈为社会、秉持于社会的心态。啊，当然，几啊年前咱和山团郑会长来咱新港乡外，啊，今年我搁甲讲啊，郑会长是毋是过来甲咱新港乡跩百姓吼，来甲阮关心者，啊，咱郑会长就义不容辞，就答应我，啊，我拢来配合，啊，来甲咱花园乡。这个所在靠画画啊，郑会长是真的是很好的善良。主办单位准备500块的制作金，以及卫生纸、面线等118份的民生物资，要来关怀新港地区的低收家庭。总共发180份，啊、哦，内底有哦，自助金500，面线1包斤半，啊，口卫生纸1罐。陈代嘉会长指出，合成团每年一定拢有两场的物资发放公益活动。十几年以来，全台拢有因兴盛的踪影，也要感谢合成团每一个成员的用心，集结一家大家力量，照顾需要帮助的民众。台中华新闻叶宏武新港采访报道。今摆咱先休喘一下，稍等下来看新港溪底社区的时段，为着要去参加卫福部国建署举办的中者火药软化竞赛，逐工也是拢真骨力伫咧练武，希望摕到好成绩。大家好，我是陆俊义医师。COVID-19 病毒的传染力增强，注意方式是预防感染、避免重症上有效的方法。提醒你，请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时阵来注意方式。注好了后，请留在现场休困，观察15分钟。若是你捌因为注意方式，也是治疗性的注射，发生过急性的过敏反应，就要留在现场观察至少30分钟。注射了后，一直发烧超过48点钟，也是明显的过敏反应，也是讲在咧注射了后28天之内，出现严重的一直头痛、喘气困难、脚腿肿痛、皮肤出现血点，请你也随去看医生，嘛甲医生讲有注过 COVID-19 的预防针，注过预防针了后，嘛要继续正确的洗手、挂嘴安、避免群聚，确实做好防疫的措施，让咱大家同齐拍拼，守护你我的健康。限时特惠，申办光纤上网55型4K 大电视，零元带回家，数量有限，速洽海货大宽屏0809-009-658。你好，我是林依珊。这是我想要的吗？申办 Disney Plus， 现省50%，快拨0809-009-658。回来了，咦，人呢？啊！这阳台有 WiFi 吗？妈，厕所里也有。啊！衣柜里面竟然也有 WiFi。因为我们家有凯擘大宽屏啊。凯擘大宽屏 WiFi 满屋，三台 Mesh 提升讯号覆盖率，让你全屋漫游。现在申办 WiFi 满屋，只要999，给你十全十美的 WiFi 环境。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你的 WiFi 专家。海外求职要注意，以高薪自称合法工作到国外上班，诱骗民众上当。近来民众到柬埔寨受害新闻层出不穷，从事不法工作，如民众到当地不配合，
就会遭层层转卖，甚至性侵、暴力殴打。同时呼吁怀有海外淘金贸民众小心谨慎，切勿听信短时间就能赚大钱之话术，轻易签订不实工作契约。若自身或家人有类似情形，请向我国各驻外领事馆处寻求协助。急难救助专线0800085095，并尽速向警察机关报案。多看多听多查证，保你平安不受骗。那个来带乡亲来去看新港溪底社区的老宝贝，这几个月大家拢真认真伫咧练舞哦。原来哦，就是因准备要去云林参加卫福部国建署举办的中正火药融化竞赛，希望会当摕到好成绩，嘛好大家老年生活哦是过家真快乐。溪底社区由地方长辈组织而成的千岁国宝团，一直是关怀祭典破灯的重点。不管是打击角，也是舞蹈表演，对这些长辈来讲，拢真是手。因也常常摕到各种热门竞赛冠军。最近疫情有较趋缓，长辈也多多返来社区参与活动，找返来较早生活重心。在10月14号这一天要参加比赛，为我们那个溪底哈啊社区啊为各位来争取荣耀哈啊这届时段哈啊大家非常的踊跃来参加这届咱中区的比赛，大家报名真踊跃，所以哈每一天哈啊拢会找时间来加强训练。除了劳动二一花关怀祭典，也有行动二加力，甲大家组织做伙跳舞运动开讲，真正真欢喜。而且生活较好过啊嘛，较快乐啦。距离比赛过一个月时间，除了固定的练习时间以外，阁另外阁找时间来补强，不论是队形也是动作精致度，希望会当在舞台顶展现上优质演出，让大家看到充满活力的溪底时段。多种华新闻叶宏武、新港彩虹报道。好，过来来看，蔡夫慈爱基金会听说独居长辈，就算中秋节已经过了，基金会也是主动邀请到社区的独居长辈做回来行吧同欢，和平常时哦，让家己一个人踮伫咧厝内时段，有机会哦，行出家门交朋友耍游戏。欢迎社区的独居长辈做回来行吧。基金会人员唔呐准备了丰盛的食材，搁较设计真侪趣味游戏，要让这群长辈更加趣味个欢喜。好厉害呀、啊！去年疫情不能烤肉，可是今年就是大概有解封了。那我们也谢谢老人福利联盟的他们就是响应这个计划，然后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长辈一起来同乐。所以在这里也是祝福我们所有的长辈就是身体健康然后就是长命百岁哈。专工来甲长辈做伙行迈，广富社会处长也讲，感谢基金会用心，甲广富做伙来照顾长辈。县政府卖继续甲社福之爱合作，公司协调资源整合，甲彰化县的社会福利办了搁较好。特别要谢谢我们的志工，我们的大哥、大姐，然后在这个地方气氛又很好。然后能够大家聚在一起，真的是一个幸福。在彰化就是一个幸福的地方，因为有这么多的伙伴们愿意来投入我们的福利工作。我干嘛？我是小孩子，我都干嘛？我就荣幸了。我们一起。大家大手牵小手。基金会强调，疫情让真多长辈时代无啥敢出门。今年基金会主动邀请独居长辈来同欢，一方面鼓励长辈行出户外，嘛来介绍政府的长期照护资源，希望长辈都能当健康快乐的来过退休的生活。大量新闻，张向雄华采访报道。
来关心客户各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共有79公吨，平均的价格是每公斤23.3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油菜上价44.7元，中价31.7元，下价20元。各类菜上价33.6元，中价20元，到下价13.2元。冬瓜上价15.7元，中价12.1元，下价8.2元。菜瓜上价39.1元，中价21.2元，下价13.2元。花椰菜上价60.6元，中价52元，下价31.3元。今年菜上价38.9元，中价27.7元，下价17.5元。包心白上价19.1元，中价14.4元，下价10.1元。葱头上价41.7元，中价37.5元，下价26.7元。菜头上价13.5元，中价9.5元，下价8元。白菜上价47.5元，中价34.5元，下价20元。苦瓜上价79.2元，中价48.5元，下价29.7元。青菜上价142元，中价93.2元，下价66.7元。先来关心空气品质，环境风场转吹偏北风，西半部地区风速较弱，污染物较会来累积。中部地区哦，空气品质是一个甘麦色提醒的等级。另外，伫咧天气方面，明仔到后礼拜一，各地区拢是好天，多云的天气。北台湾因为第14号轻度风台南马都带来水气影响，可能会来落雨。所以来关心各地区的温度预测。以上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大家好，我是 Plusly 执行长配人陈建州。相信大家最近常常看到海外求职诈骗的新闻，提醒怀有海外求职淘金梦的民众务必小心谨慎，切勿听信不法分子短时间就能赚大钱的引诱，轻易签订不实的工作契约。只要看到免经验高薪、年收入百万、含机票住宿伙食、工作地点为东南亚、学历不拘、快速致富等关键字，有极高的诈骗可能性。如果自身或家人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即向各驻外领事馆寻求协助，或拨打急难救助电话0800-085-095，并尽速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大家好，我是吕俊英医师。 COVID-19 病毒传染力强，接种疫苗是预防感染避免重症最有效的方法。提醒您，请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时候接种疫苗，接种后请留在现场休息观察15分钟。
如果您曾因接种疫苗或注射治疗发生急性过敏反应，则要留在现场观察至少30分钟。接种后如果持续发烧超过48小时，明显过敏反应，或接种疫苗后28天内出现严重持续性头痛、呼吸困难、下肢肿痛、皮肤出现出血点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并告知曾接种 COVID-19 疫苗。接种疫苗后也要持续正确洗手、戴口罩，避免群聚并落实防疫措施。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彼此的健康。